好的，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四号的参赛者 Thomas， 他会为我们自弹自唱一首《黑夜不再来》。系啦，跟住有四号参赛者 Thomas， 佢又系自弹自唱，犀利啊！歌曲叫做《黑夜不再来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快点回去啦，快点快点快点下台给他们签名啦，下面不给机会我们讲话啦。哇，不得了啊，又弹得又唱得又识做主持，咁我地位不保啦肯定。唉，真的是，这个现在的江湖已经不是我们的江湖了。嗯。